谢谢你们，感谢。还要会吹蜡烛吗？要跟阿妈一起吹蜡烛啊，好不好？小千一起来，小千一起来。来，我们一起吹。烧焦的味道，对对，这可以，这可以先拿起来，直接丢在这好。对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好，来，生日快乐！妈姐，姐穿件衣服啦。妹妹，好了，你们又穿又穿，所以要先切啊。妈妈，阿妈你要先切嘛？阿妈先切一块。把这个拿起来吧。好，阿妈先切，阿妈比一下就好了，好。好，来，生日快乐！啊，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健康。兔子，兔子，兔子，兔子。